设计启动，板桥林家花园周边建筑物闪耀光芒，让人目不转睛欣赏这一片光彩美景。翻转城市风貌，新北市政府发出都更三建，选出林家花园和县民大道一带，以城市景观绿美学概念重新再塑优化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林家花园竣工典礼，强调都更的第二建要让道路两侧越变越美。本都是破破烂烂的城市都市的面貌，重新做一个都更的改变，让我们从城市美学的规划里面，由社区住户跟新北市政府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大楼的面貌用拉皮的方式重新再塑。都更第二建发射，针对翻转城市风貌以及促进地方发展，从去年三月选定林家花园周边进行，征得住户百分百同意。从设计规划施工到新建，让城市美学改变房子的外观，也为府中古城区注入了新活力。希望市民、好朋友、社区大家能够一起努力来营造，让自己的大楼的外观用拉皮的方式形塑更美丽的都市容貌。去年进行都更第二建计划，除了林家花园周边私有建筑物为示范标的之外，还有几个地方陆续进行中，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完工，为城市风貌带来新的改变。记者林丽如、吴志恒，新北报道。